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好。张宇哥在这里。张宇哥看到没有？张宇哥，啊、哦。
报个名酒吗？因为我们请一人公没有交代说，是公警察不是顾问的，不是啊，就有这定金下来也有交代，要有礼貌。要拿名酒，我去广州。
Yeah.
我切换五度跳跃至五叉叉跳不起来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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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并祝天官要领元大帝子的领。
将送臣贺寿书文恭喜见难。恭祝天官大帝圣诞书文，福利中华民国国历111年2月26日岁是壬寅年，正农历正月26日庚逢，上元酒器赐福天官庙里，天官大帝体位帝君总征应见，天尊圣诞治疗神奇日工具。南征部洲蓬莱宝岛台湾省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81巷6号至1楼新庄学生宫穆安公主留下，以及全体公门生善信大众，谨具素颜，无果实斋，寿桃寿面，灯烛明茶，全台上宝礼，恭修书文一封，诚心诚意勉相敬献于上元酒器赐福天官庙里元南大帝主位帝君总征应见天尊宝学下曰：此威天官寿将瑞气祥光照四方，赐福赐禄寿以昌，德泽照明降吉祥，天子降下天元会，恭护佑名称天职之恭弘天旦加齐，全体恭生及五下弟子三星门等雕袍盛世，恭列玄门感天地载父之恩，和日月照临之厚德，知恩有万报答无一，谨诚心行礼，同聚在坛前焚香画书恭祝紫薇帝君圣寿无疆，并其福纳为宜，愿尊驾虚吉降祥，神力护明莫佑明等境内平安能护保昌，事时祸福大劫存伤，南天百姓平安吉祥，保佑康宁万事利吉，百业兴隆，前程肯到，愿其增祥，同时上奉福旺天尊照耀。那中华民国天元岁次那一年正月26日吉时，新庄学生宫穆恩公主留下一记，全体恭生信众等等。张敏仪曾宣布刘佑成成为国内中国运城市奇迹，宫内全体送行人叩谢神恩，具书焚香百花掌声。成败拜再拜三拜吉祥。
点效果是不是就可以了？
行政工会员频道开播咯，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就帮我们